今天来到中央公园最新的草皮世界，乱取名字，我们就来看是我们会滑还是他们会滑。你看他们，他们都拿什么？纸板。我们拿什么？老偷卡、坐垫、手袋、战车，还有一块布篮。滑一个，滑一个。第一位战车，坐垫。可以刺激一点吗？第一位结论，你屁啊，坐垫。第二位战车。哈哈，我觉得我有眼了。可是你跟旁边的速度都是不能比的。我觉得有进步了，但是摩擦深圳那个真的会从我屁股上面烫。第三个战车，好棒哦！我觉得我们的影片现在不太妙。第四位战车，宝套卡。第五位战车，好卡的尖尖尖 ，Go！ 草皮好玩。草皮世界的结论就是，体重超过30公斤的人不要玩。对，他们很会玩，但我们就老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